呀呀，哎哎哎，你别拦，别拦他，对我神要尊重，把他放进来，来。谢谢，感谢你鲜花的鼓励。再玩会儿呗。你咋真回来了？不是妹儿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那我当真了。你当真？当真不行啊！我还得演出呢，还得呀。你演你的呗，我在哪儿不都是看吗？谢谢妹儿，鲜花鼓励啊、嗯！这是色儿挺黄色的吧？咋的？你不喜欢呐？没那意思，喜欢喜欢。那你不喜欢我还有呢？啊，还有花。嗯、这白色的，小妹儿，你家是开花店的吗？哎呦我，你咋知道的呢？真是啊！真是。俺家开花圈店的，太幽默了。我说真的，别说真的，不是那个，来朋友掌声欢送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演出去了啊。欢送啥呀？刚才不是我今天上来我就没打算再下去。你这是怎么个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我就是想跟你演个节目。啊。谢谢妹妹啊，我非常感谢我再次感谢你鲜花鼓励、嗯、还有这么一直支持着我还有包容我，感谢你啊。我可包容你了，真的啊、嗯、我在网上骂你我从来不留名。我知道是谁骂我了。你要跟我演个节目啊？嗯，其实我也愿意跟观众互动。嗯，那演一个就演一个呗。那你就给我个机会，给鼓励鼓励他行不行？过年了，谢谢。既然这么喜欢我，那我就给你演一个。行。我将来有个节目，就是有一首歌曲啊，那首歌难度挺大，刀郎唱了一首《爱是你我》，你听过那歌没？听过。那歌就是很高，跟青藏高原差不多，女生不合唱的一个歌，能唱上去吗？没事，上不去我再下来呗。实在不行，你给我搬个凳子吧，我站凳子顶上唱。啊，这个得就是高歌，要低歌还得挖坑唱呢。唱这歌啊、嗯，但是唱这歌之前吧，那歌那玩意儿干唱就没啥意思，咱俩做个秀吧啊、嗯，像 MTV 形式的，行不行，妹妹？啊，还拍 MTV 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跟爱情有关的一个 MTV。啊、哦，看我演什么《上海滩》。我不会演呐。我告诉你怎么演就怎么演。啊、哦。你扮演冯程程啊。啊、哦。他俩就打电话的一个情景。啊、哦。哦。哎妈呀！行不行？行。待会儿把这花先放这儿、嗯，那给我来一个《上海滩》的背景音乐，好不好？一小段啊，还有音药呢。打电话，对，必须的。嗯。哟，哎，喂。啊。我呢？我的电话。拿手比量。不是，凭啥你就拿针，我就得比量啊？不是那个做戏吗？不，我也给我个电话呗。你非得要个针的啊？嗯。那咋整呢？我这一个呀。哎，哥们儿。喂，摄像那个，喂，真的，你电话接我一下，演下戏，演戏，救场如救火，哥们儿，行吗？给你拜年啊、哦，接下来是不是？我不演戏，磨磨唧唧的，你没事没事啊、哦，来，谢谢你，给你接来了啊、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咱俩进入人物啊、哦，嗯，来，背景音乐开始，来吧。喂，啊，喂，这咋没有来电显示呢？假的 啊！喂，程程吗？啊，是我呀。我是文强啊。强哥。啊。嗯。你干啥呢？我扒苞米呢。这说你扒啥苞米呀？那我没啥干的。冬天要过年了，休闲点玩呢。玩呢？玩啥呀？打麻将。打麻将？我没打过呀。你现在是冯程程了，你身价有钱，没事就玩休闲啊、哦。那我都跟谁玩啊？
你喜欢明星不？喜欢呢。喜欢你挑整个谁明星都行，随便挑。啊、哦，喜欢。行行行。程程吗？啊，是我呀。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我打麻将呢。跟谁呀？有林青霞，有巩俐，有张柏芝。哎呀。啊。打多大的呢？打两块的。这两个人这么硬，你说你大点说着。不是，这都强凑上局的。不是，你现在是逢场，你身价不一样啊，明白没？大点啊！大点说，大往大了说啊！来，程程吗？啊，强哥，你打多大的呢？我打两块五的，抻直了好几十呢。涨五毛钱啊？你吹不会吹吗？往大了吹，越大越好。吹还不会吹？程程吗？啊。你打多大的呢？打一亿飘十亿的。是跟阎王爷玩的吗？三天一差你一个了，来不？程程。强哥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那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三亚看雪景呢。啊？哇，强哥，我也在三亚呢。你干啥呢？我堆雪人呢。程程。强哥。程程。强哥。我看着你了。强哥。强哥。阿强。啊，电池摔没了。我跟你学的吗？你跟这你拿的是真的？你可真是我亲妈呀你！那你爸也不能同意呀、啊。你这心这么大，我都摔坏，你还搁那照呢？没事哥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下回给你买一个就完了呗，一万多呢。可不是嘛，新买的还能用。山寨的你那是，一千多块钱儿。你咋知道的？我跟他媳妇去买的，我不知道吗？想想，你对不起。从来进戏啊，别给摔，给你摔坏。嗯，程程，程程，强哥，程程，强哥，程程，强哥，我想您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踩我脚了。我的。我带你离开上海滩，跟我去香港、澳门吧。强哥，啊，我不能跟你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港澳通行证。